性線。静か論。七海八極拳。喂 ，On air， 在空气中。啊，大家要干嘛？哎呀，会员频道，相信刚刚大家已经看完了这部，哎、欸，是还是放在前面是不是？我放后面啊，不是，你们还没看完。等一下，你们将会看到的影片就是以后在会员频道会看到的影片。好，它包含我们所有这个媒体部的日常。我们目前呢，会员频道有两种机制，一种是每个月75元小额赞助，然后会有以下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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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那么多种黑人。好，它是代表的说你这个加入会员频道的时间，对不对？累积标章，颜色会不一样啊。还有一种750元的，750元呢，每个月750元，它跟75元的差异性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没有差异性。他就是单纯的呢，只想要做我们的 Sugar Daddy 而已，尊敬你，叫你一声这个糖果爸爸，大概就是这样，750元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看表情符号这四种哦，未来会慢慢增加。好，未来会慢慢增加表情符号。加入这个老司机会员频道，以下几种福利哦。第一个会有这个老司机会员专属影片，就是等一下你们会看到的。再来是说这个小司汽车隐藏版的周边呢，会优先开放在会员频道贩卖，例如说。复刻版的这个，我们这次会开放让会员优先购买。那这次复刻版的跟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它是印刷的，之前我们这个是用电绣的。这个是为了要 promise 我们之前呢买第一版本的人，好、哦，他们拥有不一样的这个待遇，所以以后我们有商品一定要抢先购买，因为越后面的呢，这个就算复刻也不会跟之前的一样。好、哦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我们这个不定期呢都会邀请我们会员频道。的观众朋友来一起加入我们的拍摄，好像以前泰山 H 大那种嘛，好，你来拍过以后就会变肥、变肿、变胖、变颓废，大概就是这种概念。每个礼拜还会不定期的开启会员专属直播，线上一对一名师亲授，现场教学互动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们这个看小师长知识，现场直播中就可以长知识了，没了、哦、啊？对啊。这个为了避免这个影响主频道的流量，那我们这个如果来得及开的话，下面啊、哦、会有一个新的频道，在对我们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记得订阅一下。好，反正哦就是多开一个频道了，好不好？有兴趣看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，也可以去追踪一下，帮我们订阅起来，订阅起来，订阅起来。好，然后嘞，没了，那就看影片吧，好吧？很好笑、哦，真的。我们私底下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有那个都有 special， 这个主频道看不到了。定下来。QTR 聖戦。静か論。七海八極拳。阿婆婆，干嘛？干的，你连移架过来都懒得移架过来。有没有跟我说你要干嘛？这个是那个 FB 洗脑商品开箱呢，我帮大家踩雷。你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吗？说那个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我很想买啊。干，你看吧 ，FB 洗脑广告，我现在买来，如果烂东西，你是就不用买了。好，好，可以。那个就是放在地上了，然后三只脚的那个 RGB 的灯呢？哦，这样我买。你看，大家都会被洗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们两个都被洗啊，我也被洗啊。对啊，想买四只啊，装在房间四个角，贵，所以我后来没买了。好像几千块吧，3-4千那样子。2000多吧，我忘记了啦，好不好？寄来就像一个圆筒状。哎、欸，这根还不错，这根可以留着，有没有？来啊，不要靠近我。好啊，打开后、哦，它一个一个都用保险套套起来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我现在已经擦了差不多了，因为擦到这边才想到要拍。好，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包这个杰克的女朋友，螺丝，有4根内六角，这是要锁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它是应该是三角形的嘛？有没有？看这样，哦，有两个洞，有没有 ？Made in 什么 ？China。CH 发曲嘛 ，NA 发哪嘛 ，I 发什么 ？E 嘛，所以 China。内容物还有一根这个，还有附一个开关，其实这蛮简单的。你看开关就是脚踩开关啊，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调色的吧？哎，这个是那个 LED， 现在就 LED。I don't know， 你等一下看说明书，我最讨厌看说明书了。好，那你把它缩小。经常骂他只给刚刚好4颗，这个如果不……哎，我刚讲这个如果不小心喷掉，一定找不到。我
所以它底座两根是不会亮的。底座两根不会亮。我看到的是三根都会亮的。三根都会亮，那么鼻头发亮，三根。不然你问他三根在哪里？他没。啊，就是笑太开心，六角蛮爽的。看怎么消失了。好，这真的是。OK。好，好念，真的有趣，好吧。看他的，直接为你演示一下他的光芒，好刺激啊！最开心的这个时候，擦好哦，不要只会被擦而已，没有可以用，要学会擦人，好不好？他可以完美的待在一个角落。哦，他这个，哎，可以这样，哇。有吗？是你控制的吗？好像不是哎，遥控器的电池那个插销有拔掉。电池，盒子里面有。小的还是大？内机差不多大。对对对对，这应该还太大了。差不多了，勃起以后就差不多这样。没有，后面是那个靠电池的。哎、欸，有啦，有用。你看，我把转盘转到黄色。有没有？我把转盘转到红色，有吧？然后这个是亮度，好像最亮，紧绷了啊。S 是什么？可以几次的意思吗？几 S 这个意思？哎 ，S 协同哪了？没有变化啊。Speed， 这个是模式选择啊，对吧 ？M 是 Mode， 这个是可以有节奏的。然后那个星际大战，香，香，哇！有没有像？你也倒太慢了。所以这一支具体的作用呢，就是买回来开箱送给阿呆。要送我？喵。为什么要买这一支？你给观众朋友买这个的理由？情调、气氛。首先你要先有码子。女性好友可以。会跟你一起跑步的吗？也不会。泡茶。打牌泡茶。喝咖啡打奶泡，吹泡泡。还有吗？还在想。跟大家分享这个，你们在 FB 上面都会看到这个广告，就是一条。我看他们那个影片啊，照片拍得很漂亮，是他放在墙壁会有反射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现在太亮了，所以晚上阿呆再测试一次。老板娘进来，好，快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不然他会说我买垃圾。哎，你好。买垃圾。这个是阿呆买的垃圾啦。没有，你买。阿呆说他买这一支放在房间比较有情调。我这一支不要。好，盲查，盲查，我盲查，钱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在怕的，我看一下，便宜啊，2133，我是 VIP 会员，所以2100多，小宅包比较好，早就有了，很好用哎，我昨天买了，要开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现在开箱啊，我还每天都一大堆。我们一个月，然后就看看到底谁排的东西最废。现在买比废，不要，我们这边办公室没有，他没有。你要比废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觉得很好。哎、欸欸，他比废，拍那边。为什么？要比废是不是？可是他不是这个月买的啊。那谁买的？谁买的？我请问你在干嘛？你买那四只干什么？这是七只哦。七只，他的剩下三只嘞。对，你还敲哎，我这灯还会亮，我还有气氛，你那个有什么来？你跟我讲具体的功用。它一直移来移去的。对，它一直被我排斥，那是一个已经摆过大概五个地方了。没有什么用啊。办公室废物大比拼来，还有办公室废物，还有一个那只。好帅啊，爸。什么？帅在哪？阿斯拉的头啊。阿斯拉的头。现在没有看他动过。没有吧？对啊。我觉得最废的是这一只吧。我奶嘴妹，你是？你忘记有他了？哎，这限量哎，来，我来盖小姐。好烦。这辛普森限量奶嘴妹。对。你知道吗？他这可以拔。对，如果说你真的有急用，这个拔下来可以用。不是用，没有，不行啊！我乱讲，真的要用。你用不下去啊！急用。这真的限量的，我没有开玩笑的。这你现在去买，买不到了啦。他现在多少钱？不要问，好几万。货在提，我记得好像2万多吧。两万多还好啊。哎呀，成交，大吉大利，月薪水够。
我终于找到 buyer 了。啊，那你再送这一只给他。送。买奶嘴妹送。送这一只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放在地上跟阿呆高度差不多。刚好。你有发现他手会扶着大腿？有。那我是不是要这样？没有，你头要往后仰。哎、欸，在外面被告。对。拿马赛克了吗？拿被辛苦真告，他等下打跨海关之后受了，我就直接申诉后台。还有没有谁要举例谁买废物的？有没有？他大家有没有废物？所以票选出最废的是谁？你觉得谁？继承那里无异议通过啊！强烈建议这七支媒体部一人配置放车上，要不要？不然你遇到玛莎拉蒂那种的，对不对？下来就抽出来了，虽然这没开过挂。哎、欸，那以前看武侠片要这样，他沿着这个刀鞘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小时候看过。有啊。怎么样？很难。很难好不好？我已经玩过了。你已经来，你玩过了。真的很难啊！来啊！我知道很难。大小爱吃汉堡包来。好，他怎么收？早就不会了。收件，我们收件。你在干嘛？不会了。流畅的一遍哦，做剪接已经到了。好，背光。没关系，就是背光上的那种武士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落日杀神。你要配那个汤姆克鲁斯，汤姆克鲁斯。要不要枪戏？今天的这个办公室废物票选，整个办公室呢，我们所有东西最废的东西就是在这里，就是最废的东西，你就夺冠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好了、啊、下次见，我们下次再票选下一个更废的东西。对，应该没有比泰山废的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QTR 聖戦静香論七海八景。